你觉得什么节日最有意思？为什么？这个节日通常在什么时候？我觉得感恩节最有意思，因为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比如说去各种各样的美食，比如说南瓜派和火鸡、椰糖果。感恩节通常在11月。在11月的时候很热闹，可是我最喜欢热闹，所以我最喜欢感恩节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节日，我和我的家人通常庆祝感恩节，因为我们觉得感恩节很重要。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。感恩节的时候，我通常在美国，所以我穿厚厚的衣服。我们通常做装饰，所以我们通常一起挂装饰，所以我们很开心。在感恩节的时候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比如说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你可以去亲戚的家和家人一起玩游戏。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美食，给我和妈妈一个惊喜。我的妈妈给我一个惊喜，因为她说我和我的亲戚可以在他们的家过夜。在感恩节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美食，比如说南瓜派和火鸡。所以我最喜欢我的妈妈的美食，因为我觉得是我的妈妈的美食，所以我最喜欢美食。我也喜欢万圣节，因为不但很热闹，而且你可以打扮成各种各样的，动物，所以你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糖果，也看烟花，所以我最喜欢万圣节。